大家好，我是小军，记得订阅我哦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更片的最大动力哦。这个游戏现在是星井的梦第二章，我们来继续玩吧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。我拿到宝石，怎样拿那根呢？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现在的线索就只有这些。不是放进去吗？我以为是哦。哦，要摇蜜蜂蝙蝠是不是？哦，这条棍子是指引蜜蜂那个蝙蝠的走向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再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可以哦，那我们现在来摇一下蝙蝠，好的，这个柱子要放进去那个口。快想想，长方形放进去，分成两个。不是这里，
可能是这里哦。又是一个模糊的提示。哦，左边和神一个。估计这个应该是用来装蜜那个枝叶的，估计。因为枝叶是不是叫那个紫烟花？真的是，然后是不是应该是给紫烟花师吃这个枝叶？可能是哦。引诱这些蜜蜂，那些苍蝇进来，啊，真的想不到耶，原来可以这样。哦，然后这些苍蝇被那个紫烟花吃，捕蝇草还是紫烟花，我不知道是哪个。到了，是不是应该开最左边那个门出面？外面那最左边那个门可能是哦。那我们现在去开一下门，看一下行不行？不行啊！不行，那不行，看一看还有什么。没什么物品了啊，现在。没东西按了，该怎么办呢？Oh my god， 原来是这样。
这个是什么来的？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明白呀。是分成两半，合成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现在有，那我知道怎么玩了，这个。那么现在有两半，还有一个菱形，菱形加一半，应该可以变成心形。
这款游戏真是很难玩。卡住我了，真不知道怎么过去啊。是不是少了什么材料啊？干，原来可以下去的，真不知道原来可以下去，我随便乱按。要给钱才可以过去，他说付款或者离开。那有这个长方形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一般没有什么东西弄不到，弄不到，应该就是有第二条路走。长方形分成两块。长方形，这是一个星星。好的。画圆形加长方形。
要在今天就进行这个行动。还不是你现在，刚刚就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弄不了，原来是长方形。开门吧。终于开了门。人头马哎，可能要做药，弄药给他吃。快看！这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一开始开火山放这个，我一开始要放这个不开火山。原来是这样。哇塞！原来是这样，哇塞！
好了，我治好了他，他给了好像一个钱的硬币给我。可以了，给了钱给他。好的，现在坐着出发。少一块石头了，哦，原来在这里。哇，amazing！ 这个是一个条土蛇。下北羽毛给他，哦，给了所有东西给他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看不清楚。那是一条灯泡鱼。跟他说了 goodbye 啊，
个人马座。哦，有个鸟。是不是火凤凰呢？不知道。